等一下。好。菜单在那个砧板上。啊，你要吃什么？一只叉烧。我看一下。好，那你给我烤点烤鸭。烤鸭。嗯。烤鸭，跟一只叉烧饭。带走。这边要。这边要。那先帮你买个蛋，好，买些。然后那200。这叉烧怎么样？啊，没事，哎。那个是那个味风保存吗？不是，哎。是那个保存吗？对对对。那个萤幕那个怎么会这样子？萤幕啊？我不是属于系统的。加肉油。好，加进来。要自己的吗？还是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 ，OK。对。